我爸，我父，林正。反正子鸿他爸也不会常住，帮我找间屋子，当做是我妈的家。小姐，给我一间最大间的房间。你找个人演我妈。你离开啦！你演我舅舅。为什么我演你舅舅，不是演你爸爸呢？面子问题。 小李啊，年轻人谈恋爱不是游戏啊，对吧？快来拿你们的衣服，结婚是大事情啊！Welcome to Singapore。不会买单？等一等，放下来。哦哦哦！是你逼我出手的啊！太神到了！ 先叫我叔叔，我叫你静静会听吗？松开！哎，不要过来！